是不我的都在问我的老，就是那个我的新郎，就是那个新郎在哪里，是不是？你们都在好奇我的新郎，就是那个新郎在哪里，是不是？要看他吗？他在外面招待他那些亲人，你们没听到外面很吵吗？特别吵，外面太吵了，好多声音，好大的声音，他们，外面声音特别大的家人。你们听一下他们。他们这边的人。家人们，我感觉我手有点抖，就不知道为什么有点紧张，因为毕竟是第一次结婚嘛。怎么看我的床？他在外面喝，对的，他在外面喝，因为很多人都不要想看他，好不好？不要想看他。后面就是，我现在呢，因为结婚到这边来了，所以我就在婚房，就不是婚房嘛，就在这边。怎么还有人评论说为什么阿梅今天晚上8点半了不直？他们不知道阿梅在直播呀，是因为没有关注我这个号吗？我要不要我拍个视频让他们来这个小号？怎么样？你们觉得这样子行不行？因为很多家人们他们都不知道阿梅今天用这个号在直播。现在外面都在吵，我也在就是新来的就家里面了，然后现在在直播，用我小号直播的。那你们没有就没有看到我直播的，我就是下面我的小号在直播，你们可以点击我小号过来看。可能是我家人们没有关注阿梅这个号。在这儿提这个不好吧，我觉得。你觉得？就是，就不知道怎么说，家人们。咱们，等一下，我就发一个大号里面发的是。你还是没醉哦，我今天我已经，我今天刚才几天我肯定醉了。三喝两口了吧？没有，特别的开心，你们能够来参加我的婚礼啊，谢谢谢谢，真的。不用，也祝你早生贵子啊，是吧？谢谢，真的谢谢你要不要再吃个饭完了？真的。好，感谢，你们吃好喝啊，吃好喝。没事，坐下一起喝。他们外面在那个，你们就不要说看外面什么的，因为我出门，我出去也不好，我出去也不好，知道吧？外面很吵的，能不能吵到你们呀？阿美，晚上好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
咱们进来阿梅直播间的，把赞赞点到100万可以吗？因为昨天，我在我们那边办婚礼的时候给你们开直播，不知道是为什么啊，就不能播了嘛。今天咱们把赞赞点到100万。谁会有鸡尾酒啊？他可能他妈做事情啊。这个，要是。等一下我去治，我去治，叫他过来，你干一个。不要过来，他要是过来鸡尾吧。可以可以可以，你这么大的一个大老主过来了，等一下我肯定会把他叫过来，好好的敬你一杯。叫我去干嘛嘛？哎，这个乱七八糟的。因为我可以坐在外面的，但是我就想静静的坐在房间里面跟你们聊一下天。他们在吃肉，然后在聊天啊，就很多人都在外面。房不好看吗？喂，大哥，你们现在才到啊？过来过来，先干一杯哦，先干一杯。来，外面太吵了，应该不影响我直播啊，家人们。我们把赞赞给他点到100万，这样子咱们就能播了。而且，阿明、啊，来吃一点嘛，你吃一点。干嘛？你干嘛？来吃一点，吃一点。你不吃不喝，你这个样子真的，来吃一点。不吃了，你这时候抓怎么吃啊？那我拿碗过来呗。不吃。让我对面我外地来的几个大哥过来，然后你要过来接一杯嘛，好不好？那你先。你拿走。那个，我跟你说，你不要过来嘛，我在直播，知道吧？你这什么播？一天天大的啊，今天。你过去嘛，我。那你拿着，我走了。你吃了，因为我走了。多吃一点啊，多吃一点，多吃一点啊。你等一下，你吃完了又过来接一下我外地来的大哥。今天外地来的大哥有好多啊啊。你不去。啊，快点过来啊！我那几位大哥在那里。叫他爸接一杯酒嘛。我已经叫了，我已经叫了。啊，知道最近在开心睡觉，今天最近在开心，来走一个，走一个吧。咱们直播间有11000个家人们了，我们把赞赞点一下，赞赞点到100万，赞赞还是不够，赞赞还是不够。哎呀！你先坐着，你们先坐着，我们曲不也在外面？你去哪？咱们两个那个摇，必须得给你干摇，必须得干摇啊！曲不也在啊，家人们？王菲去救你，王菲哥没有过来。王菲哥没有过来。家人们，昨天在阿梅直播间，然后，知道那个大健康那个老板就是那个姐姐，她不是说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？对不对？她为什么不来了呢？她是不来了还是没有到呢？我也没有她的联系方式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是不是在路上了呀？那你们坐着，我去那边静一下啊！我去那边静一下，快点回来啊！好喝了，吃好喝好。刚刚那个，很多人都说，刚刚那个给我拿肉的是谁？那个就是，那个就是。那个就是那个拉兔子啊，就是我的就相亲对象，现在也就是我的老那个新郎嘛，我是新娘嘛，他也就是新郎，刚刚过来那个，就刚刚过来那个就是了。还有很多人都问我今天结婚，就
你们想知道的，就不知道什么情况的，我可以跟你们说。我们这边结婚呢是不回娘家了，今天要在新郎家三天才能回娘家，所以我现在在这个新郎家这边。他们这个婚房就在婚房，然后第一次结婚，所以有点紧张，是真的有点紧张，家人们。我现在不知道怎么跟你们说，人来不来，咱们都开开心心的，对不对？大喜的日子，八卦。咱们有12000个家人们了，能不能把赞点到100万，然后把那三个字打一下，那三个字打一下，家人们。如果你们想看阿美直播的话，就把赞点一下，然后把那三个字打一下。如果你们想看阿美就这样子给你们直播的话，还有如果说我期待了一天的人终究没有来的话，咱们也不用那个，咱们不来没事，咱们大喜的日子嘛，也就不要跟着阿美怎么样了，就开开心心的。祝福，这样我们